Hi guys， 这里是露露小，因为我最近快要进组了嘛，然后现在在收拾东西。然后最近啊，我有看到评论说，露露小最近状态皮肤看起来不错哦，表示为什么呢？然后所以呢，今天就是来分享一下一些小东西，因为我本身属于气血不算特别好，就不影响身体的，但是呢，还是有点小小的虚，然后特别是经常熬夜啊什么的。我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，我朋友都知道我那时候又减肥，然后我每天就是跑两步就开始天旋地转，然后就开始晕。哎，但是现在我朋友再见我的时候，他说啊，你变化真的挺大的，因为首先我开始除了工作早上要喝一些冰的去消肿以外，我基本上都是喝温的，就是也是在上个组就是大家女生之间养成的习惯，就是喝温水。我们姑妈还给我熬了个这个什么乌漆麻黑的，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但是里面可能大概什么桂圆红枣啊，然后什么什么阿胶啊，就是吃了确实还是挺有用的。像我年轻的时候也是，我老板就总说我感觉别人过夏天的时候我穿的跟冬天一样，别人跟冬天的时候我露个大腿在那儿。但是现在呢不会了，现在还是很养生的。现在天气一开始凉飕飕的，我就开始加外套了。除了少熬夜和养生之后，就是抗糖，就是抗糖真的差别很大。因为我以前就是小时候很爱吃甜食，就是打卡所有的甜品店是我的一个终极目标，但是现在不会了。甜食确实是让你长痘的元凶之一，我也快定组了，就是确实得要更好的状态上镜，因为上镜真的是会放大很多，就是你没有一个好的状态的话，就不能怪镜头它把你拉宽放大缺点。然后因为我最近一直都是在路上嘛，虽然在放假，但是依然在熬夜，所以有时候没睡好的时候，第二天脸就是又肿又黄，但是这种状态肯定是不行的啦，所以我最近都一直在用这个Olay的抗糖小白瓶，就专门针对熬夜脸的，它属于白天夜间的护肤都 OK， 而且它这个大小就是刚好放在化妆包里随时携带都是非常方便的。它质地是那种很水润那种，是专门针对就是暗沉黄气的熬夜党，一般涂全脸的话我一般2到3泵就 OK 了。然后它是属于上脸非常快的就能吸收，它涂完第二天起来就是那种透亮透亮，而且就是一扫黄气，看见睡得很饱的样子。第二天起来的时候看了镜子，哇，这个白里透红的是谁呀？因为它有抗糖抗氧的双重 buff， 所以你坚持用了，确实上妆之后就会有一种哦，它是天生拉好皮的感觉。好啦，今天的聊天就到这儿啦。确实秋冬是我们弯道超车改善自己的非常好的时机，形象各方面都可以默默的往上冲，一起努力悄悄变更好吧，拜拜。